那这个化脓呢？疼了几天来着？疼了有两周、三周吧。是，早点过来就好了。还要干嘛？我去。还要干嘛？哎呦妈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什么？你别看。看收拾。你看这么大个口子。妈，妈，我吃饭了，没给我打到。徐子睿，你起来，一会儿我就过去。真的天哪，你看这么长个口子在下边，现在就舒服点了吧？嗯，那个弄完是不是到了没啥事了？这割的，你就是穿鞋挤了割了，割这么大个口子。那我现在不穿皮鞋了。OK。好了。